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咯？我从不卖身投靠。算你赢，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
行。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广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五十一刻到。
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动手！坐不改姓，我叫楚云鹤。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云鹤。请问你到我这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你也说我有眼无珠？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是李唯孔。李唯孔？李唯孔是谁？李唯孔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孔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孔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雨梨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真的？你可以拭目以待。报。什么事？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他们在哪儿？在大门口。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辣，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